好，预备喽。只有你们看得到哦，平常我叫他跳他都不跳的嘞，真的，他是因为真的很喜欢你。可是我很想邀请瑞奇哥一起跟我们学一小段舞蹈。哎，我今天头有点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学 Sorry Sorry。对， Sorry Sorry 这个简单的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维宾可以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交给你。不管，大家一起。还有现场的朋友，来现场朋友们，大家一起讲解一下。其实 Sorry Sorry 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我刚。地板嘛，手有点脏，所以要搓一下。搓一下，对不对？五六七八，来一起。Sorry, sorry, sorry, sorry。怎么样？然后呢？我觉得我还是节省时间，让哥哥表演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小朋友都说好了，那赶快表演，真的表演啊！那没办法啊，表演。好，来表演一下。那你在哪？我帮忙。来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。小好了，谢谢。你看我们的